网恋男友来了，我吃什么才能变美呢？吃什么能让脸型变好看呢？吃什么能让五官更精致呢？吃什么能更有魅力呢？吃什么能减一下肚腩呢？吃什么能让我拥有一双美腿呢？吃什么能改善发质呢？喝点什么能护肤呢？亲爱的，你比照片里的还美。